然后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这题也有几个叫 B 集合，它有几个部分集合。老师讲过部分集合怎么算？来告诉我，它有几个元素？它有五个元素，那部分集合就是二几次？五次。所以答案就是题32就出来嘛。所以说你看它有几个元素，对吧？部分集合就是二的几次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把这边看一下。